金毛狮王威震天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从来没见义父动过手，没想到这身武功如此出乎我意料。谢大侠果然武功盖世，在下佩服。这次是我丐帮输了，不过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还请谢大侠饶过这位受伤的长老，在下留下一命抵命便是。这位丐帮长老倒是义气深重。你叫陈友谅，是条汉子，把这断胳膊的家伙带走吧，我不跟他计较。谢大侠。来，多谢谢大侠今日不杀之恩，只不过今日我丐帮已有数名弟子死于谢大侠之手，十年之内我陈友谅若是习武有成，定当来报今日之仇。好啊，十年以后老夫还活着，愿当面领教。婆婆，今日我丐帮擅闯灵蛇岛，多有得罪。谢大侠，婆婆，告辞。救命啊！带我走吧。是他。你认识？带我走吧！带我走吧！带我！婆婆，婆婆，站住！你们两个认识？不认识。刚才忘了问你是哪里人。在下河南人。家里是做什么的？在下上三代都是小商人。武烈曾经提过，他有一个渔夫出身，精通水性的朋友，你可知道？在下连此人都不认识，何况他什么朋友。水起黑墨交头作响是何缘由？鸢飞冲天楼孤放羊又是何解？北海礁石密布，巨大的一块坐落何方？这海水砰砰作响，难道是海浪太大的缘故？婆婆，在下实在愚昧，还请婆婆明示。婆婆，谢大侠，在下虽然想继续同两位前辈请教，可本包长老身受重伤，救人要紧，在下以性命担保，此生再也不踏入灵蛇岛半步。滚吧！告辞。
婆婆，婆婆，饶了我吧，婆婆！你居然指望一个不精通水性的人，带着他那帮不中用的丐帮兄弟，带你去找冰火岛，简直是可笑！一辈子都别想了。救我的那位兄弟，请现身吧。刚才在船上，我就觉得有些古怪。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一路上跟着我老婆子。你这小劳儿，好准的打穴手法。你刚才一共打了七粒石子，一粒打了陈友谅，另一粒便想来打我，是不是？小劳儿，你假装水手，意欲何为？你们两个竟敢在金花婆婆面前装神弄鬼，我看你们是不要命了。快报上大名来！哦，咱们聚精帮向来在海上找饭吃，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。老婆婆，你出的金子多，我们便送您一程又何妨？这位小兄弟刚才见丐帮事多欺人，忍不住出手相助，原本是好意，没料到谢大侠身手如此了得，倒显得是我们多事了。多谢了，金毛狮王活了平阳，多亏手中的屠龙宝刀，同时。也感谢这位聚精帮的兄弟出手相助。现在看来，我谢逊真的是老了。谢三哥，我知你不喜旁人相助，事故刚才未出手，你不见怪吧？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怪与不怪？韩夫人，你前一阵回到中原，可否打探到我儿无忌的信息？没有。韩夫人。你我兄妹一场，你可不能骗我这个瞎子。我儿无忌真的还活在世上。谢大侠。英姑娘，你告诉我，婆婆是不是在骗我？婆婆没有骗您，我们是去了中原，但没有找到张无忌的下落。那你们听到什么消息了？明教怎么样？明教的故人现在又如何？江湖上的事我可没多管，我去中原只不过是为了找杀我丈夫的头陀报仇，另外去找峨眉派那灭绝师太老尼报那一箭之仇，其他的事情与我何干？我老婆子也没放在心上。韩夫人，那日在冰火岛，你曾经跟我说过，我五弟夫妇为了不肯暴露我的行踪，在武当被逼双双自刎，留下无忌孩儿孤苦伶仃流浪江湖，事业不失。不错，你还曾经说过，我无忌孩儿遭了一记玄冥神掌，日夜备受煎熬。你在蝴蝶谷也曾经见过他，想把他带回来见我，可他却不肯，事业不失。正是，我若骗你，天诛地灭。我金花婆婆比那江湖上的下三滥还不如，我死去的丈夫在地下也不得安稳。好了，英姑娘，你也见过无忌？见过。那天我苦求他跟我回灵蛇岛，可他不但不愿意，还反倒咬了我一口，牙齿印到现在还在，绝非是假。哦，我真的好挂记他。那天我苦求他跟我回灵蛇岛，可他不但不愿意，还反倒咬了我一口，牙齿印到现在还在，绝非是假。我真的好挂记他。韩夫人，我只是因为挂念我儿无忌，才不计中原那么多仇家，离开冰火岛，随你回到中原。你明明答应我探访无忌，为何言而无信呢？当日我们确实是说好了，
我替你探访张公子的下落，你便借屠龙宝刀于我。谢三哥，今日可否先行借刀于我？我定将张公子带到你的面前。可我们说好了的，你把无忌孩儿领到我面前，我才借你屠龙宝刀。你是信不过我吗？韩夫人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就在刚才，我已经把丐帮的陈友谅放下山去。那么从此以后，灵蛇岛再无宁日，江湖当中也会有很多人来找我谢逊报仇。我如果这个时候将屠龙宝刀相借于你，我谢逊还能仰仗什么？就在刚才，几个人围困于我，多亏了巨鲸帮的好汉出手相助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是希望我死在丐帮人手里，你好坐收渔翁之利。韩夫人，我谢逊虽然眼瞎，但心不瞎。我再来问你，我谢逊来到灵蛇岛上，行踪非常隐秘，丐帮又如何知晓？我正要好好查个明白呢。不用了，我谢逊唯有重出江湖，闹腾个天翻地覆。婆婆，婆婆，婆婆饶命！婆婆饶命啊！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谢大侠需要人照顾起居，还请婆婆放他一马吧。笑话！你在替谁帮他求情？替张无忌吗？你又算他什么人？更何况那谢逊独自一人在冰火岛上生活了十几年，何须你操心？也不找块镜子照照你自己现在这副模样，即使你再贤良淑德，那姓张的小子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死了，你还把他的义父当作菩萨供奉作甚？丢人现眼！可婆婆，我就是忘不掉他嘛。你们两个给我滚回船上去，没我的允许不可再登岛。滚！哎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见我义父。你义父离开的时候，金花婆婆目露凶光，你没有看见吗？我不怕他。哎，我瞧着岛中藏有许多诡秘之事。比如说，金花婆婆今日生擒武烈，绝不会到处张扬。这丐帮何以会到灵蛇岛来？金花婆婆又怎么会知道你义父的所在？她怎么去的冰火岛？这其中实在是有许多不解之处。你去将金花婆婆一掌打死也许不难，但个中的原委也就不清不楚了。我也不想打死金花婆婆，但义父想得我好苦，我现在就要去见她。哎，已经别了十年，也不争再等着一天两天的。这金花婆婆我们要防，但陈友谅我们也得防。陈友谅这家伙很讲义气，是条汉子，没什么好防的呀。要防他，还不如防你这个郡主娘娘呢。这陈友谅明明骗了谢大侠，你这双眼瞧得清清楚楚，又怎么会看不出来？你是说，他想骗我义父？谢大侠不愿意自己的行踪被人知道，就算是陈友谅跪在地上给他磕300个响头，也未必能够求得你义父心软吧。这个时候，他除了假装重情重义以外，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子吗？你再想想，这陈友谅跟谢大侠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这两只手怎么样？两只脚又怎么样？他出手是一招狮子搏兔，出脚摆的是一道降魔踢斗腿，这都是少林派的功夫。难道他是想假装向我义父求情，其实去偷袭吗？不可能，这两个招式根本不管用。哎，张公子，你于世上的人心险恶当真明白太少。我问你啊，如果陈友谅假装重情重义的鬼魅伎俩被谢大侠识破，不肯饶他性命，依他当时所处的位置，这一招狮子搏兔搏的是谁？
一招降魔踢斗士，踢的又是哪一个啊？他一脚踢的是地上的郑长老，出手抓的是殷姑娘。张教主，你总算想明白了，你可真是宅心仁厚，心思单纯啊。赵姑娘，你一眼便识破他们的心机，你也不差呀。你讽刺我吗？你要是觉得我用心险恶，最好早早避开我为妙。哎，那倒不必了，你对我使的诡计已经够多了，我已经事事有所提防。就比如这一次，你要找借口借我义父屠龙刀一看，其实就是想让明教群龙无首，方便朝廷行事。不过我也可以坦白告诉你，我出海前就已授命杨左使暂设教主之位。原来张教主大智若愚，没我想的那么愚蠢嘛。是你太小瞧我了，有的是你看不透我的事情。还真是，原来那殷姑娘先识得你，你们之间还发生过那么多纠葛过节。张公子，你何以要一直隐瞒你与她之间的关系啊？你们之间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趣事？我又不是你的手下，为什么要事事跟你交代啊？你你干什么？有毛病！公子，你回来了，我跟周姑娘已经见过面了。好一个多情的张公子，身边女子无论美的丑的，都想一网打尽啊！你又想说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对其他的女孩子都是又温柔又细心，唯独对我粗声大气，我要求一视同仁。你可别忘了，人家也是个女孩子。哼，你哪是什么女子啊？堂堂郡主娘娘，雄图伟略，运筹帷幄，游胜天下几许男儿，岂能与弱者失之？再狠些也不为过。多谢张公子抬举啊。公子，赵姑娘可不是好惹的，你千万别得罪她，否则那可就麻烦了。郡主娘娘若是以礼相待犹自可，倘若大摆威风再施计谋，我可跟她不客气。芷若，无忌哥哥，你怎么样？倚天剑要是有灵性，当敢委屈。张教主每次都拿它来给身边的女子解镣铐。若是刚才言语惹你不快，
你不知道这样很痛的吗？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就是怕你痛得厉害，才用这个法子呀。我怎么不识好人心了？我若说得服你，那又怎样？你习惯了强词夺理，我说不过你。我都还没有说，你就认输。总之，我是一番好意。你一番好意，你咬伤了我，不给我赔个不是也就算了，还给我擦了这些药，我宁可少受你些好意。那我问你，是我咬你这口参呢，还是你咬殷姑娘那口参？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你提他干嘛？我偏要提，你还想不想要倚天剑了？好，就算是我咬殷姑娘那口参，当时她抓住了我，我年纪又小，武功又比她低，情急之下我只好咬了她。你呢？你又不是小孩，我又没抓住你，你干嘛咬我？当年你咬殷姑娘那口那么深，你咬的深，她记得也深，所以我也要重重的咬你一口。把这些带给谢大侠，好生伺候，要不然小心我的千蛛万毒手。殷姑娘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让我见一下青樱啊？休想！我跟你们父女俩的账还没有算清楚呢。当初要不是我用千蛛万毒手逼你招供，你恐怕永远都不会承认你有杀害无忌吧？现在还有脸在这跟我要求这要求那的？可我是循规蹈矩的，我没有走漏半点风声。殷姑娘，我对天发誓，我没有对谢逊说过任何张无忌的死讯呢。现如今，我就想见一见我的女儿，这一个小小的要求，行吗？不行，我不可能让你见她。那青樱现在她还好吗？她在哪儿呢？你们离开了灵蛇岛，有谁来照顾她呀？你若再敢喧闹，我便叫珠儿去天坑拿了武青樱的命来。天坑？天坑在哪儿啊？天坑在哪儿啊？天快黑了，我去救我义父回来。等一下，再等一个更次，等天色全黑了才好行动。
怎么我阻你相认，你便不认了？让你再多等一会儿，你就真的不去了？什么时候这么听我的话了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在你面前，我好像什么也不懂。那你得多跟我谈谈心，近朱者赤，你自然会变得聪明。你真不像女儿家，既然这么不知，不知羞耻，对不对？我们蒙古女子大都是性情中人，不像你们汉族女子，娇柔造作，明明喜欢却不敢表达，这样做人太痛苦了。女儿家还是懂矜持比较好。那我不懂矜持，你不是照样喜欢我呀？你又在逗我了。公子，我远远看到金花婆婆跟印里姑娘在山下好像起了争执。我出去看看，你们留在船里，免得被发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张公子，金花婆婆诡秘难测，陈友谅诡计多端，更何况……更何况什么？有个会咬人的殷姑娘。会咬人的不止她一个，在船上不是也很危险吗？你带着此剑好防身。多谢。哎，你还没换回船工义装？不必了，此行速去速回，等一接到义父，立马出发。婆婆，这么做似乎有点对不起当年的好朋友。谢大侠跟你数十年的交情，他是信得过你，才会从冰火岛回归中原的。笑话，他信得过我？他若信得过我，干嘛不把宝刀借我？他回到中原只是为了寻找他的义子，与我有何干？但灭绝师太已经死了，您还要这宝刀有什么用呢？臭丫头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年是谁在你父亲掌下救了你的小命？再说那谢旭与你非亲非故，你何以一股劲儿要护着他？现在是不是羽翼疯了，想飞了？没有，婆婆，我断不会忘您救我性命，救我武功的大恩。可是谢大侠是他义父啊。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那个臭小子，可是那姓张的小子早就已经死了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，说不定眼下他的尸骨早已化成了灰。可婆婆，我就是放不下他，我做不到。放不下他又有何用？你瞧瞧你现在这副模样，即便他活着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能爱你吗？他人也死了，我相貌也毁了，说这些也没用了。只是婆婆，我求您，我只求您这一件事情，之后我什么都答应您。婆婆，我求求您了。起来吧。谢婆婆。我可以应允你不伤他性命，可是屠龙宝刀我非取不可。婆婆，好了，不要啰里啰嗦的惹婆婆生气。我们在这里静候你的好消息，只要事情成功，顺利取得屠龙刀，我便答应你，让你父女团聚，说不定还能还你们自由。是吗？谢赵青，走。你吞下的可是断肠裂心丹，只要交来屠龙刀便可换取解药。你怕什么？当年能够成功骗得张无忌，今日何惧再去骗一个瞎眼老头子？老天爷，我无忌孩儿一家已经够惨的了，如果无忌还活着，求求你保佑他平安。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我替他来还。谢逊，求求你了。义父。
父情绪不稳，而且此刻他未必就相信你是他的无忌孩儿。谢大侠。干什么？我帮你带来点好吃的小菜，还有酒呢。不去，拿走。我可是受殷姑娘的委托呀，给你做了几个相当好吃的菜。他知道啊，你在这个岛上住得闷得慌，你看还有鱼呢。谢大侠，你是不是怀疑这饭菜里边有毒啊？嗨，这你尽管放心，这所有的菜啊都是殷姑娘亲自烹调，金花婆婆一点没沾边。殷姑娘是什么人？她跟无忌有什么关系？这可说来话长了。哎，咱们坐下边吃边聊。要是你还不放心，我就试吃。美味，好吃。谢大侠，在你跟前这个是酱汁鱼，相当好吃，你尝尝。兄弟，两次搭救于我，大恩不言谢，日后谢逊必报。你一定要保佑我成功拿到屠龙刀，替你报仇雪恨。休要坏我大事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我谢逊这辈子上的都是自己人的当。谢三哥，此处行踪已经暴露，你不能再住了，我必定为你找一个隐蔽住所，送你去小住数月，待我持屠龙刀去除了峨眉派的大敌，绝对尽全力为你寻访张公子的下落。凭我的本事，要把他带到你的面前，该不是什么难事。啊，谢三哥，你还记得四大法王紫白金青这八个字吗？想当年，我们在杨教主的手下，鹰王阴二哥、佛王韦四哥，再加上你和我，可是横行天下，有谁能挡？如今胡老兄心在，你就忍心看着紫山老妹子任由欺负而不加援手吗？什么？青花婆婆原是四大法王之首，紫山龙王。陈年旧事，提他何用？如今我们老了，都老了。谢三哥，我可是老眼未花，难道看不出这30年来你武功大进？你又何必如此谦逊？咱们四哥在这世上也没多少日子可活了。依我所看，咱们不如联手重出江湖，再轰轰烈烈地干他一番事业。韦四弟寒毒难除，那白眉鹰王想必年事已高，说不定他们已经不在人世。这你可就错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白眉鹰王、青衣蝠王眼下可都在光明顶上呢。他们去光明顶了？去干什么？这可是阿离亲眼所见，阿离可是白眉鹰王的亲孙女，她因为得罪了她的父亲，她父亲要将她置于死地。第一次是我救了她，第二次是韦四哥救了她。韦四哥想把她带到光明顶上，在中途我悄悄把她偷了出来。阿离，你将六大门派如何围攻光明顶的，好好跟你谢公公说说。当时我为了寻找无忌，所以偷偷逃跑了。
我未上光明顶就被婆婆胁回，所以之后光明顶上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。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哼，韩夫人，当年你为你自己的婚姻与仲家兄弟不和，如今明教有难，你岂能袖手旁观？再者，明教教主是你的义父，难道你这些都忘了吗？我去不到屠龙岛，终究将是峨眉派灭绝师太手下败将。就算我到了光明顶，也没有面目再跟他动手，去了也是白饶。更何况，明教的兴衰存亡与我有何干系？你是年纪大了忘了，可我老婆子记得清清楚楚。当年在光明顶上，他们都一起与我为难，只有你谢三哥杨教主对我是好的，我也没有忘记。韩夫人，个人的恩怨是小，明教的存亡是大，我们都这把年纪了，你不要心胸太狭隘了。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就是心胸狭隘的妇道人家。当年我破教而出，就立誓与明教再无干系，若非如此，那胡青牛怎么会将我当作外人？他为何一定要我重归明教才肯替银叶大哥疗毒？紫山龙王早已出教，与明教再无干系。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你要借我的屠龙刀对付的不是峨眉派，而是杨潇、范瑶，而且还有你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找到光明顶的暗道。你是想得到倚天剑呢，还是另有企图？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，我的屠龙刀绝不会降接于你。谢三哥，当年你我二人的武功高下如何？四大法王各有所长，可如今你瞎了双眼，在与我老婆子比较呢？如今屠龙刀在我手上，即便瞎了双眼，你又能把我怎样？哎，谢前辈，你跟婆婆乃是当年结义的好友，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，非要为了这把刀这样呢？孩子，你过来。起反攻其心，现在你已经没命了。孩子，你为何如此善心对我？因为你是无忌的义父，又为了他来到这儿。现在在这个世上，只有你我二人还是真心惦记着他。真是个好孩子，难得你对我儿无忌这么好，我又差点伤及你的性命。福儿过来，来，来，我现在将一套内功心法传授给你，这是我在冰火岛上参悟而来，是我平生武学之大成。
记下了？记住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将内功心法传授给你吗？我知道，但是，但是我不能。你知道什么？又不能什么？说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让我去寻找无忌，把这功夫传授给他。哎，我也知道，您教我上乘的武功，是为了让我保护他不受世人的侵害。是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难道我儿无？难道我儿无忌，他遭到不测了吗？无忌哥哥，他早在六年前就跌进西域的深谷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小心！珠儿，你没事吧？阿牛哥，珠儿！我们怎么也斩不断周姑娘的手脚锁链，没能救下她来，有负所托，请小姐恕罪。赵姑娘，帮我照顾谢姐妹和珠儿。你速去速回，注意安全。嗯。曾少侠，小心！你们还不快去帮忙？是。走。别怕，有老爷子和我在，绝不容这恶婆子张狂。嗯。见小兄弟了吗？还没有。你这个疯婆子，你发什么疯啊？韩夫人，你这是何意？
谢前辈。嗯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小昭被金花婆婆掳走了。啊！妖女，止住！杀师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我是抓了灭绝师太到万安寺，可我并没有伤他呀，是他自己性子刚烈，拒不接受明教相助，才招了杀身之祸。若非你使计毒害，把我们囚于万安寺，我师父又怎么会死？罪魁祸首就是你。你若非要把账赖在我的头上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放马过来吧。芷若，我们都冷静点行吗？你师父的死确实不能全怪他，危急当前，我们大局为重好吗？这个妖女是武林中的公敌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你为什么要包庇她？我她为什么要护着我？周姑娘一定要问得这么清楚来自取其辱吗？你想问你师父报仇只管来。周姑娘，可是这把倚天剑已经归了我，你没有资格碰它。你那是什么？老爷子，原来是狗贼陈友谅不怕死，又回来找你了。我跟你说过，让我在岛上再见到你，全是狗命。老爷子，没事。明教神户领道，见圣护灵如见昭主。谢逊，你还不快下跪迎接？杨教主一命主说，本教圣护灵已失落，怎么会在这三个人手中？三位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乃帕刹，明教宗教吕云石。这两位是秒凤石、魏月石。我家就见火星系，得知中土之派角逐失踪，请弟子自相残杀。本教大取十威，因四名银分约三十千来整顿教务。何教上下气氛号令，不得有误。今日三位来到中土，谢某甚是欢迎。如果让我跪地求旨，又从何谈起？这便是你们中土圣护令，将这教主灵符已是在外多年，请得丐帮弟子送回帕沙宗教。难道这位丐帮的陈长老没有告诉你，明教近来选出了位姓张的新教主？此人虽然有点好色，但为人义气，深得教内上下尊敬。张教主武功盖世，万众归心。我劝你们还是及早滚回帕沙，省得在中途出糗。明教教徒，见圣护灵如见教主，若非叛徒，现在便献上屠龙刀，以示对命教众心。谢逊双眼已瞎，二十余载，即便圣火令在我眼前，谢逊也看不到，还说什么见圣火令如见教主了？你是追忆叛教？谢某不敢，谢某今日在此，刀在人在，刀亡人亡。明教众人，不放圣火令好运者。
走。多谢赵姑娘。不谢。原来灵蛇岛还有这么隐蔽的地方。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。曾少侠，谢某隔世为人，已未回中土。此番认识曾少侠，真乃三生有幸，多次相救，谢某感激不尽。孩儿不孝，这么久才前来相认，还义父您受苦了。曾少侠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孩儿是无忌啊，在冰火岛的时候，您叫我谢无忌，可回到中土，您为了保护我，让我叫回张无忌。谢前辈，你干嘛？谢前辈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知道这些事情？身不外尺，气不外泄，神龟无穴，甘霖，甘霖。姨父，下一句是什么来着？说明教选出了一位新任教主吗？就是您面前这位。没有想到吧，义子成了堂堂明教教主，你反而成了他的属下。哼，一转眼我儿无忌长大了，也做了明教的教主。金毛狮王谢逊在此拜见教主。义父，您千万别这样。义父，哎，义父，您知道吗？啊，杨教主曾留有一命，命你战胜教主之位。哦，这些日子，孩儿苦于不堪重任，现在您无恙归来，乃是本教之福。义父，等回到中土之后，教主之位还请您继续担任。你说什么呢？义父如今老了，眼睛也瞎了，教主之位我不做。不，义父，您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老过，
眼虽然看不见，但心却不盲，很多事情比无忌看得更透彻。我说你就别谦让了，你当教主可是名教上下，众望所归。老爷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就是。怎么了？吴青樱，鬼啊！我不是鬼，我是人。张无忌，你还没死啊？你是吴烈的女儿，我姑娘。是我，谢前辈。你知道我爹在哪儿吗？昨天在茅草屋，我以为他要暗算于我，我就把他打伤了。哼！再后来呢？茅草屋着火了，你爹生死我就不知道了。不是生死，张公子，我知道我之前跟我爹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但那并非我们本意，全都受了那朱家的指使。我知道你大人有大量，你不会计较的，对不对？我爹，我爹现在生死未卜，我求求你，帮我找找我爹吧。就算遭遇不测，我也想看到他尸身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吴姑娘，你先起来，来，先起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哎，张教主对女人果然是来者不拒啊，现在连武小姐也看上眼了。赵姑娘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别开这种玩笑了好吗？好啊，我的错，我不说了。先训，不可放过。大人，咱们这次除了要抓谢逊，还要小心岛主银叶先生的妻子金花婆婆。此人虽然武功在谢逊之下，可诡计多端，十分难以对付，咱们可都要小心了。无论多么奇怪，比不上我们爬山，都是垃圾。阿德汗，阿德汗。我跟赵姑娘偶遇了金花婆婆，听闻了她借刀的事情，便一路跟随。后来，我就上了灵蛇岛了。就定会保证你的义子还有宝刀周全。嘿嘿，好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不要命了吗？我只是想把他们的尸身搬回来，好好安葬一下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没有人潜伏？我们绝对不能暴露行踪，不然大家都会受到牵连。走吧。
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可美了，和朱九真一起号称雪岭双姝，可其实我比他要美多了。谢前辈，喝口水吧。好，多谢周姑娘，你真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孩子啊，不像赵姑娘啊，她活泼爽朗，这点儿倒是像无忌他娘，怪不得无忌对他没办法。也不知道这赵姑娘家还有什么人。她可是汝阳王的千金，堂堂的蒙古郡主。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应该先找小昭的下落，还是应该先找殷姑娘的草药，真是两难的问题。你说金花婆婆为什么要抓走小昭啊？这还不清楚吗？因为金花婆婆知道你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娶殷姑娘为妻，不过是发发慈悲可怜她而已，这小昭姑娘才是你张教主的最爱，所以不抓我，也不抓周姑娘，就抓你那个心肝宝贝儿。别闹了好吗？不管是谁，换作是你，难道你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呀？紧张是这样过，不紧张也是这样过。开开玩笑，至少还可以给自己壮壮胆。其实，我手心也一直冒冷汗。你看看。哎呀，耳根子都红了呀，真是比许多汉族姑娘的脸皮都还要薄呢。别闹了行吗？赵姑娘，现在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咱们还是先救人吧。那这样好了，你在这里专心找殷姑娘的草药，我去追踪小昭的下落。哎，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，怕杀人随时都会出现，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们必须一起行动。没有什么用的，我已经在你的身上点了麻血，不会有什么感觉的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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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，公子救我！公子救我！Thank you.
就是他。他就是明教的叛徒，也是他藏匿的金毛狮王。哈姆拉！你的网带到后面去。好，公子，让我来吧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公子，赵姑娘伤势如何？她小腹流血虽多，但正好避开了脏腑，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幸好找了些止血的草药，先给她敷上吧，再看看情况。好，谢谢。公子，我来吧，你去看看殷姑娘。好，谢谢你。无忌，殷姑娘伤势如何？情况不太好。
这三朵金花正中要害。这个金花婆婆下手实在太重了，能否有好转，很难说。不要你管！哎，别动！我不要你管。你伤口刚复好，别乱动。我不要。你不要动了，啊，听话。赵姑娘，你怎么那么傻呢？小姐，没什么好隐瞒的，为什么要愚弄谢前辈呢？你倒是会给我强加罪名。我的身份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但这是我的私事，用不着旁人来插嘴。你这丫头真是伶牙俐齿。义父，赵姑娘是因为我才受的伤，我们又抓了帕沙明教的人，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如今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大家不要伤了和气好吗？张公子，我爹呢？你答应帮我找他的，他人在哪儿？是生还是死啊？方才因为太过着急，还没来得及找你爹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你爹的。吴姑娘，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陈友谅是你爹的朋友吗？他怎么知道谢前辈在灵蛇岛来请屠龙刀啊？是你爹带他来的吗？是。那一年，我们从张公子的口中得知，谢前辈在冰火岛，我爹就领了他的好友陈友谅。陈友谅曾以捕鱼为生，熟悉海事，本想要他带我们来到冰火岛，可不知怎的，事情走漏了风声，我和我爹爹竟然被金花婆婆抓了，结果也一起找到了冰火岛，然后把谢前辈带回了灵蛇岛。我爹爹好不容易才买通一个船工，让他把我们的消息告诉陈友谅，好让他来救我们。陈友谅是不是也来灵蛇岛了？他人是来了，但是一心想夺屠龙刀。你爹曾向他求助，可是他却视你爹如同陌路。吴姑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救你爹的。张公子，我们父女从前实在对不起你。你这是干嘛？来，先起来再说。过去的事情我已经不放在心上了，我现在就去找你爹。无忌哥哥，你要出去的话，遇到帕沙人该怎么办呀？你放心吧，我自己会有办法的。可是如果那个人质冲破穴道，我怕……不会的，即便是醒过来也是动弹不得，没什么问题的。可是我说周姑娘，你也太不了解你的无忌哥哥了吧。他就是头固执的大笨牛，说往死路里走就往死路里走，我们谁也改变不了他。芷若，这里就拜托你和小昭照顾一下了。义父，
郡主娘娘，你不用自作多情，我说的不是你，我说的是五姑娘。谢老前辈，我知道你因为我的身份而瞧不上我，但是我自问来到这岛上以后，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你们的事情，还处处帮着张无忌，帮着你们，你这样对我是不是太不公道了呀？五前辈，爹在九泉下才会安心的。爹，不要杀我娘！不要杀我娘！不要杀我娘！英姑娘，英姑娘，我娘！不要杀我娘！有什么冲我来，你不要杀我娘！不要！珠儿，珠儿，你爹不在这儿，不用害怕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娶一个不够？为什么还要娶二娘、三娘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珠儿，你在做梦？阿牛哥哥在这儿呢。啊，不用害怕。你骗人！你不是阿牛哥，你是我爹，你是大坏蛋，你是大恶人！我真的不是你爹。无忌，你在哪儿？求你跟我走好不好？当初你在我手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我不恨你。我想一生一世的服侍你，照顾你，让你做我的主人。如果你嫌我丑，我愿意弃去全身的武功，弃去千蛛万毒，恢复原貌，就像你儿时见我的那样，好不好？无忌，我寻你寻得好苦，为什么我一直都找不着你？我真的伤心死了。对了，我在昆仑山遇到一个叫曾阿牛的少年，他武功高，人也好，他还许诺过要娶我为妻。那个阿牛哥哥，他对我说：“珠儿，我愿意尽心尽力地照顾你，让你不受其他人的欺负，只要你别觉得我不配就好。”他还说，从今往后，我愿一生一世爱你、护你，宁可自己性命不要，也要保你周全。我要让你平安喜乐，忘了从前的种种苦楚。母亲，你说这个阿牛哥哥对我好不好？只可惜我的心早已经许给你了，你狠心。你短命，我便跟你守一辈子活寡。你说我待你好不好？当年你不娶我，不睬我，你现在会不会后悔？无忌，你一个人在阴间寂寞吗？我跟婆婆已经找到了金蟒狮王的下落，之后我会上武当给你父母扫墓，然后我就会去西域，在你丧命的山谷上跳下去，这样我就可以一辈子陪着你了，我就可以一辈子跟你在一起了。
此曲只因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。二十多年前，韩夫人在光明顶上的时候唱过此曲，甚是好听。想必后来将此曲交给了阿离，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下此毒手，对自己的徒弟都不放过。也可以理解，他膝下无儿无女，只把阿离当作自己的奴婢。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母爱，现在也不知道韩夫人怎么样了。刚刚在海滩上，我看到那些帕沙人在架高台，火光冲天的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嘛。难道他们要烧死韩夫人吗？哎，小赵，你怎么了？我求求你，你去救我娘，不要让他们烧死她，我求求你。他们想找我们谈判，小赵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救出你娘的。谢逊真的会来吗？放心，他
雄狮没等来，倒等来两个小绵羊。张无忌，不要多管闲事，快滚！小周，娘，你们放开我！娘，别乱叫，没这么好命，没你这样的女儿，滚！娘，你们今天要是敢碰韩夫人一下，我便十倍奉还。谢逊怎么不来呢？金毛狮王谢逊便是我义父，今天我代表他来见你们。义子，你管的闲事还不够吗？韩夫人今天的闲事我是管定了，本教的事竟不要你管。这位不过是丐帮中人，而我却是明教，姓张名无忌。这曾阿牛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无忌呀！张无忌，听着，你等得罪宗教之罪，我们的大圣王可以赦免，快把我们教友交出，否则我们曾教把这岛都炸掉，还有其他的战船马上就到了，别想活下去。行，条件便是，给我们预备一条小船，让我们带着韩夫人安全地回到中土之后，贵教教友自当双手奉还。还谈条件？在我们眼中，这个教友就像猪狗一样的，圣教之中有那么多人，杀一两个又无足惜。你骗人！他是十二宝狮王之一，公子你别信他。圣教之中更有360个宝狮王，这位是平东王，武功是平昌的，杀他反正你们逃不了。平等王现在由我义父来看守，我和我义父早有约定，一刻钟之内如果没有收到暗号，便要卸他一条胳膊，再过一刻钟便是另外一条胳膊，你们可以继续磨蹭下去，我敢保证平等王定会登上极乐净土。口出狂言！是否狂言你们可以试试看。比比你们大气怎么搞嘛的个呢？大圣王的命令，把张无忌杀死，以祭命尊。要烧就烧我，不关公子的事。你们两个，我不需要你们救，走，快走啊！公子，我下辈子、下下辈子、生生世世，也一定会再服侍你的。走！姑娘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现在太阳快落山了。老爷子，你别着急，你义子不会有事的。爹，张公子以德报怨，是位大好人，求你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佑他平安归来。打死你个小弟！俺们当年把自己给杀掉了，把自己可怜，本来他还想可怜。对了，我们的大圣王爱才，你的武功身价更具胆色，那如你所愿。谢了。白大人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娘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韩夫人，您别这样，先起来吧。
在下一生恩怨分明，除了先夫营业，从不服人。今日公子不计前嫌，冒死相救，在下拜服。从今便随女儿为奴为仆，以报大恩。不不不，前辈，韩夫人，我一直当小昭为亲妹妹，从未当成奴婢。